时态，曲线美，身段美，纤体美，唯美体态，唯有精益。Face and skin care, skin whitening, permanent hair removal, skin rejuvenation. Genius, be somebody. Genius 美发美容瘦身集团，让你展现魅力百分百。魅力百分百，活得更精彩。哎，郑荣啊，女人哈，一旦找到了她生命中的白马王子，就一定会沉浸在甜蜜浪漫的爱情之中。对啊，就好像我们这一期的故事主角 Nan 一样哦，即将要披上婚纱，可是呢，她却患得患失，对自己啊还有将来很没有信心哦。到底是为什么呢？我们一起去了解她的故事吧。这期的主角是现年24岁的 Nan。Nan 曾经两度尝试参加我们这个节目，却落选了。不过他毫不气馁，再接再厉报名参加新系列的《魅力百分百》。正因为他这种不屈不挠。唯美体态，曲线美，身段美，纤体美，唯美体态，唯有君逸。All day and all night, step out for a bite. Move and treat the delight 24 hours a day. Come down to Mac tonight. Hey! 24 hours round the clock.アジアンビューティー、その髪が芯から美しく力強い。世界が嫉妬する髪へ、アジアン誕生。今年让你最热的深情数字1832。Oh sweetheart, your heart, my heart, 我的心慢慢融化，快点来安慰我的 cold cold heart. Oh sweetheart, my heart so hot, 一点点爱的火花。台湾香港首席发行用户第一名，台湾第一王子团体183 Club 轰动全亚洲首张专辑，附送大型魅力海报，热辣登场。啊，讨厌痘痘啊，别遮了。 Clean and Clear Acne Stick Clearing Gel 首创多元草本配方，有效对抗痘痘，短时间痘痘快快好，才过一天没痘了，真的有效吧？轻都不用等， Clean and Care。 你的润发乳做得到吗？为了证明新的 Dove 润发乳能滋养和修复脆弱发丝，我们做了一个实验。如果 Dove 做得到，想象它对你的秀发多有效。 Dove 能深入滋养，让秀发更柔韧顺滑，丰盈美丽。新的 Dove 润发乳系列。唯美肌肤，美白，美肤，美颜，唯美肌肤，唯有君逸。我们这一期的主角 Nan 虽然已经到了适婚年龄，可是却由于自己过于肥胖，没有信心当一个漂亮的新娘子，而迟迟不敢定下婚期。再加上男方朋友们呢，唯美体态，曲线美，身段美，纤体美，唯美体态，唯有君逸。哇，
喂，说没有洗不要动 baby。 妈的，你看我已经被人家欺负得这么惨了，你还要帮他们啊？快点回答我，为什么你不可以跟我讲你朋友是谁？为什么你朋友这么神秘？妈，有点不对劲，我得赶去医院。我今天真的是忍无可忍，从我嫁进你家开始，你妈就病到今天。有一天你父母有问题，我也会尽心尽力的去帮他们的。哎，大男人小男人，今晚九点八频道。大男人小男人是由新时代的威露士消毒药水联合赞助。你老板的 party 希望我够体面啊！李先生，李太太，这是 Kathy。抱歉，我得上洗手间。求求你，真希望我的头发能直直顺顺。有了，啊、新的 Sunsilk Silky Straight 含革新蜂蜡蛋白质复合物，能覆盖和滋养发丝，让秀发显得更直顺、更持久。好漂亮的头发，你用什么特别方法？小秘诀，来自 Sunsilk 亮彩星系列。全新的 UIC 经济特效洗衣粉含 Bio3 Action， 能去除顽固污渍，使衣物颜色更鲜艳，同时有助环保。现在为您推出 UIC 经济特效抗菌配方，能防止细菌滋生，持有长久的消毒作用，使您的衣服更清新。清洁环保真开心。 UIC 凡购买 UIC 经济特效洗衣粉，就能赢得总值10000元的上等燕窝。我的隐形眼镜太干了，很不舒服。你是怎么保持清新的？是用 One Day AccuView Moist 吧。 One Day AccuView Moist 采用 Lacron 科技，能锁住湿润剂，如泪水般滋润您的双眼，感觉真清新，让我全日活力充沛。全新 One Day AccuView Moist， 欲享有介绍优待，请上网 accuview.com.sg。 想拥有丝滑的肌肤，秘密就在美丽宝格丽。全新 LUX 丝滑滋养沐浴露，让肌肤柔丝般嫩滑，有滑酸乳和天然蜂蜜为您带来神奇的丝滑体验。绽放一身魅力，从沐浴开始。全新 LUX 丝滑滋养沐浴露，完美。You see, the Nokia N73, now sharing photos is as easy as taking them. 诚意介绍 Clear 抗头皮屑洗发露，打从第一次洗发就能清除头皮屑，而且防止它卷土重来。今天，明天，下个星期，下个月，明年，你的洗发露能吗？全新 Clear， 摆脱头皮屑。女猫咪深夜喂猫遭歹徒毒打，伤势严重。台湾保钓人士前往钓鱼岛和日本记者爆发冲突。老子什么都不怕，老不怕死。请锁定八频道十点新闻。唯美肌肤，美白，美肤，美颜。唯美肌肤，唯有君逸。24岁的 Nan 和男朋友 Ken 拍拖了8年，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唉，我又失恋了。都话系啱你啦，嗱，大家一场兄弟，我下次介绍好女仔俾你识啊，唔好咁唔开心啊。如果兄妹信心太多，请不起喜欢我，反而救活我这一生拍拖，无情知己的真。自然没结果，没有好感，从没想象相爱，大哥只
翻我啦，仲约我出嚟，不如买份礼物俾佢咯。送咩俾佢好咧？喂，不如你帮我拣啦。今天肯定是一个难忘、梦幻又感动的一天。对啊对啊，他的愿望都一一实现了，不仅瘦下来，还以靓丽的姿态重新出击。重点是哦 ，Ken 呢，终于在所有观众朋友的面前呢，向他求婚了。你看，对女生来说，应该是很难忘的一天。太感人了！不知道下个星期还有什么样感人的故事要和你分享呢？记得一定要收看《魅力百分百》，活得更精彩。这个减肥过程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Genie Group 帮了我很大的忙，让我知道怎样健康的瘦下来，自己真的是漂亮起来了，变成一只蝴蝶了，再也不是丑小鸭了。从即日起，首50位拨电 Genie 热线的顾客将能以 50% 的特价优惠试用一次 Thermaship 热能媒体塑身护理、 FFP Face Firm 或 FSP Face Slim 脸部护理。询问电话6329918。想赢取价值高达10000元的免费服务吗？只要在8月31号之前预定任何 Genie 配套，或许幸运儿就是你。新传媒电视八频道。本节目也可在 MOP TV 下载观赏。Genie 美发美容瘦身集团，让你展现魅力百分百。在短短的一年内，他突然爆肥。Actually， 我有真的有去瘦啊，然后又就是那个毅力了。在好友的鼓励下，那这次他要瘦身，你们觉得他会成功吗？有很大的机会啊！他决定接受挑战。我要给我朋友证明，我还是可以回去我以前的那个身材的。Genie魅力百分百，星期四晚上8:30八频道。Genie美容美发瘦身集团，让你展现魅力百分百。Face and Skin Care。Skin whitening, permanent hair removal, skin rejuvenation. Genie, be somebody.